我们的爱与真诚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天生有求知的欲望，我们生来就想懂得更多，我们渴望不断的学习，但是我们被教育毁灭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的增长，知识的边界也不断的拓宽，同时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燃烧，我们从物理世界的纹理细微之处探索到了宇宙的起源、时间的本质、黑洞的现象及我们大脑思维运行的方式，当下在人类已知的事实的最前沿，我们只要持续航行在宇宙未知的那个海洋中，世界的奥妙和美丽必将熠熠生辉，让我们目眩神迷其中。去吧，我们为什么要拿出时间来烧脑呢？我们要时常烧烧自己的大脑，我们为什么要思考那些人类根本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呢？最后吧，我们学习我们的使命，学习是我们唯一的使命。致敬活着只为改变世界的人。如何才能改变世界呢？这是一个大话题。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吧，改变世界好像有点难度。但是我好像有一个非常容易改变世界的方法，我可以告诉大家，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改变世界的方法简单到可能每个人知道，那就是读书，去学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改变不了世界，基本上不可能改变我们想象的那个世界，但读书学习可以让我们改变自己去看世界的方法。我们从头讲起，我们来看看人类的宇宙如何被改变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被改变的。人活着，问题永远会比答案多，这才是人活着的本质。读书的本质，学习的本质，都是试着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给自己一个答案，试图去找到答案，但新的问题会更多，所以我们只能走在知识的路上，永远走，没有尽头。不要试图去理解整个世界，更不要试图去解释这个世界，不要急于给世界一个答案，我们的答案永远不是答案。从地球是平的，后来人们发现地球是圆的，从地心说到日心说，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地球只是宇宙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尘埃而已。每次人类能更清晰地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宇宙，其实都来源于一次匪夷所思的认知革命，认知的改变，甚至有哥白尼、布鲁诺那样的，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改变我们人类一点点的认知。所以改变人的认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改变别人的认知不容易，改变自己的认知其实也很不容易，而读书学习能改变我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他读了大量的前沿的专利申请以后才得出的这个结论。他学习，他思考，不断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爱因斯坦好像也做到了改变世界。简单回顾一下人类的认知是怎么一步步的被撼动的，同时我们的世界的本质需要有新的思考方式，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学习方向，我们的宇宙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这次从弦理论、圈量子力学，并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放在一起，一个大方向统一起来看一个全新的世界。相对论的基本概念我在前面时间的相对性中做了简单的讲解，大家想了解相对论可以去看看时间的相对性，也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核心吧。每一次科学的进步其实都没有去改变世界、改变宇宙或者去改变时空，而只是改变了人类看待世界、看待宇宙的方式而已。所谓的科学是让人类更加接近一点点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而已。从天空万物的颜色如何来的，到人类自身大脑如何在运转，我们只是发现了现象，我们改变不了世界的本源，我们改变不了宇宙。从星系的起源和原子运动的关系看量子力学如何去影响世界，如何去改变世界呢？大家都学过那些无聊的要死的中学物理吧，什么弹簧啊、杠杆啊、运动摩擦呀、摩擦力小球呀等很多愚蠢概念，并且一本本的习题刷过去，物理就是无聊。但这些概念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蕴藏的是什么？是人试图去理解自然实际存在之本质的纯粹之物。
这世界本质纯粹之物是什么？当然，这必须有个人的好奇心去驱动，才能把握。这是经典的牛顿物理学能学到的东西，它简明精炼，尤其简单的高雅。那我们从传统物理世界到相对论物理世界，再到量子物理世界，我们能看见什么呢？我们大多数人总觉得世界运行的规律非常简单，越是无知的人，他看见的世界越简单。就像面条永远比米饭好吃，这世界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微粒构成的，世界也不过那种几种简单的律在驱动着，钱驱动着所有的人。我们看1900年凯尔文男爵在英国皇家学会上发布了一个演讲，题目是在热和光动力的上空，物理学难道还有乌云吗？他觉得物理世界已经被定义了，物理学这座大厦已经落成了，后面的人类只需要做一些边边角角的修补就行了。牛顿物理学奠定了整个人类的基础大厦。但是在这个演讲结束的5年之后，传统物理学被撼动了，第一朵乌云相对论出现了。还没过多少年，10年不到吧，第二朵乌云量子力学也出现了。在一个广袤的空间，粒子在推力和拉力的驱动下不断的相互运动。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来了，他加入了一个电磁场的概念，场理论出现了。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分散在空间中的存在，相距看上去遥远的物体可以通过场相互施加力的作用。磁场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也帮忙完善了这个理论框架，因为他通过自己的相对论证明了引力也可以纳入场的概念中，把传统物理和相对论做了一个整合。而且这个所谓的场就是时空的几何存在的本身，是时空几何存在的本身，时间和空间第一次相对性出现了。这个对时空的总结看上去清晰又明确，好像很完美很漂亮的答案，但我相信它绝不是最后的答案。后来当量子物理出现的时候，世界时空在人类的面前又一次变得乱糟糟的，又一次觉得人类觉得世界不可理解。那是1925年的一个夏天，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他想解释一下物理学研究的很多诡异现象。这个人就是奥本海默最佩服的那个人，海森堡。物理世界，量子物理世界的大门是波尔打开的，量子物理的方向是海森堡开启的。他想解释什么现象呢？当时已经非常成名的科学家波尔，他发现了几个公式，通过这些公式我们可以预测出化学元素的特征，当任何一种元素被加热甚至被燃烧时，它会发出它特殊的频率，独有的颜色，这就是光谱测试仪。这个人类首次发现光热共振频率之间的关系，它的公式非常有成就。但人类发现了这个现象，也通过无数次的实验发现这是事实的规律，但人类无法解释这些现象。这些诡异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呢？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我们来看量子跃迁，人生跃迁，人通过学习可以跃迁，天体运行，微观粒子世界和我们的人是一样的。原来人们一直认为原子的电子只能在一个特定轨道上带着自己特定的能量去运行，但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月亮在绕着地球转的时候不是在一个特定固定轨道上运转的，月亮会在距地36万公里和41万公里这两条轨道上运行，不会近一些也不会远一些，永远在这两条轨道上。但这两条轨道很正常，这里有个诡异的现象超出了人类的认知，月亮在运行在两条轨道之间应该有一个切换的轨迹吧，就是人从一条路到另外一条路你怎么去呢？或者有个切换的时间吧，你换一条路肯定需要时间吗？但月亮要一点点的拉近地球吗？ No， 它没有时间。实际情况是月亮从一条轨道直接跳到另一条轨道上，而这中间没有任何可观察的轨迹或者可观察的时间存在。波尔给这个现象定义了一个名字，叫量子跃迁。是微小粒子的特殊现象吗？但是月球是不是很微小啊？太阳系也只是一个微小的粒子而已，所以我们的人其实不要过度的放大自己，
不要觉得自己是天下多大，我们再大可能也比地球月球小了好多。天体运行的规律和微小粒子运行的规律是相同的，那我们人自己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呢？可能是一样的。人应该也可以跃迁，跃迁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什么驱动人可以跃迁到新的轨道上呢？朝为田舍郎，暮为座上堂，对吧？所有的运动都是能量的参与，实际本身是能量的聚合，而读书学习就是聚合能量、调动能量的最佳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普通人只有通过读书学习去表现，才能完成跃迁。就像当年的陈永贵那样，只有学习才能完成跃迁这种离奇的现象。物理世界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无法解释，但是这些跃迁是真实现象的存在。而人只要学习努力读书的话，你的跃迁是可以被预测的。但这个跃迁的本质是什么？不可解释，无需解释。一个大寨的村长去做常务副总理，无需解释，不可解释。1925年海森堡给这个跃迁做了一个大胆的解释。我们既然找不到力源，既然不能给跃迁什么力给他如此的运动呢，那我们先不要想什么新的力了。就像跃迁的那个人为什么是陈永贵呢？我们从意志的力去看见，从内部的力，更多的从内力去寻找方法。我们从陈永贵的身上去看到他如何跃迁成常务副总理了。既然找不到电子的运行规律，那人世间的运行规律我们无需找，肯定是他的内力，他体内本身有这个力推动了这世界，这个世界会自己去配合他自己。我们只需要从意志的规律中找到使用的工具即可，不要去改变世界，顺势而为。唯一需要的改变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我们只要去看待世界的方法变了，我们借宇宙之力，我们随时可以跃迁。放弃你原来那些解释世界的方法，不在固化中去看世界，不要在原来那条轨道上去运行，你就跃迁了。不要再对自己现有的世界去解释、去描述，更多去描述我们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并把这些外部世界整理为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量，归结为自己的世界。这就是唐望所谓的停止内在对话，不断的学习，让自己看见，看见能看见的世界，读书学习，去走出去看世界。量子物理世界第二点诡异现象是海森堡发现了只能用矩阵的方式做部分计算。量子运动轨迹是模糊的，我们现实世界是不是也很模糊？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未来意味着什么。人其实可以用六位矩阵去得到看世界的方法：读书、走路、交友、拜师、贵人相助、自己开悟。这些方法是我们看世界的矩阵，和量子力学的四维矩阵是一样的。前面我在时间相对性中讲过四维矩阵，我们会慢慢发现自己不再沿着自己原来的轨道运行了。你可以走出去自己的村子，走出自己的锅，随时走出地球去火星看看。薛定谔在海森堡的同时也列出了自己的公式，两个人在矩阵预测中的概率差不多，他们非常确定的量子世界是非确定性的。这个时候量子力学给人带来了无限的迷惑。波尔作为开启量子力学大门的首要人物，他讲了一句话：如果人不为量子力学感到困惑，你可能还没有点滴的入门量子力学。其实我们的人生也一样，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了困惑，没有问题要解决，那我们的人生不是没有开始，可能就是已经活性死亡了。人类目前对量子力学的困惑总结为三点：第一，量子的状态会叠加。量子有个诡异的状态，它的不确定性状态，它可能在一个位置同时还在另外一个位置，谐波共振的现象。物理学定义这个现象叫量子叠加态，这动摇了人类世界的确定性。好像唐望世界的替身，你就很容易明白了，你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不单是普通人不能接受这个叠加态，很多科学家也拒绝接受这个结果。就像爱因斯坦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个评价，他相信上帝肯定不掷骰子的。第二，观察会影响被观察的事物。唐望说，做梦者与被梦见的人观察的方法
和观察电子物体都能感觉到人类在观察它们，看与不看会给运行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观察的方法也会对电子其运行轨迹施加改变，并让轨迹大不一样。这是不是主观和客观的边界很难区分呢？科学家慢慢发现主观和客观这两者之间好像没有边界。简单你现实生活中理解一下，你对自己的孩子如何看待会严重影响到他的人生轨迹。彩虹屁对孩子非常有用，夸出来的孩子和批评出来的孩子结果大不一样。孩子好不好都是你观察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主观和客观是没有边界的，只是观察方法不同而已。第三，粒子所带的能量是一波不连续的能量。科学家发现原子中的电子必须在特定的轨道上运转，因为只有在这些轨道上运转，它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能量。人也一样，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适合干啥，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那量子也一样，符合自己那种一份一份的要求，每个位置每个电子都拥有自己的能量，而它不整份是不连续的。而经典物理的规则是不允许这种不连续的现象发生的，对吧？能量必须是连续的，时间空间必须是连续的。而量子的不连续性，它更准确的解释我们怎么来理解量子这个词的意思呢？量子的准确意思就是一份一份的能量的意思。量子的本身就告诉这世界是不连续的。我们以来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认为世界是连续的，但量子世界告诉我们这世界不连续。这在起码人类的认知的观察中，无论是多大尺度的月球的运行中，它的运行轨道都告诉我们这世界是不连续的。微观电子同样能告诉我们都是不连续的。量子物理证实了力量、量子这个世界它们非常不连续的一面。传统物理学让人相信世界是确定的，是规律的，但量子力学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法，打破了人对于世界原有的认知，告诉我们原来看世界的方法可能是错的。那我们的世界是不是被改变了？我们是不是改变了世界？量子力学还有更可怕的地方，现在量子物理学家掌握的只是一些可验证的数学物理公式或者观测到的结果而已，这些公式这些结果如何去解释至今没有办法，或者叫没有定论吧。甚至按照这些公式这些现象这些结果，我们能推出更多的匪夷所思的结论，很多不可预料的宇宙运行的结果，他们没有给出答案，没有给出解释。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肯定想知道，我们肯定需要一个解释。他们提出了答案，他们给出了描述，但他们没有给答案，多可怕呀！就像卡洛斯一直让唐王来解释是巫术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巫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能那样子呢？唐王说，你把自己看得该死的重要，你在该死的坚持。人最愚蠢的一点就是需要解释，一定需要一个解释，一个合理的答案，一个合自己理的答案。我觉得到了这里大家肯定有更多的疑惑了，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要说去改变世界了，我们如何去看世界呢？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没有结论，没有答案，只有不断学习，不间断的学习，永远走在自己的路上，找一条有心的路走下去，你会慢慢发现世界是无限的，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永远的是未知。到了这里再去看世界是不是有点绝望的感觉？但这是无限宇宙的事实存在。人的知识越多会发现未知的东西越多，反过来越无知的人就越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知道一切，知道这世界的所有道理，他们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为了解答前面三个问题，物理学家提出了各种猜想，但是都没有被完整的验证，未来还不知道如何。我们很有可能有新的理论诞生后可以解释当前的疑惑，现有的想法可能随时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世界，这正是我们值得学习值得我们去了解世界的理由，因为人类探索的前沿永远往前看，探出新的边界才是人生有意义的价值。
聊了这么多量子物理世界，我想一定大家听说过那只猫吧？不知道那只猫现在它活得还好吗？它就是薛定谔的猫。这是量子叠加态的一个思考案例。首先声明一下，这一切都是假想，没有猫也没有毒气。薛定谔有一天在一个大箱子里放了一只猫，箱子里有一个放射性的装置，里面的放射性装置在一个小时内可能会衰变，也可能不衰变。如果衰变了，它会触发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会打碎旁边的一个瓶子，这个瓶子里装满了毒气，猫基本上会被这个毒气充分杀死。在我们打开箱子之前，那个放射性物质处于衰变和没有衰变量子叠加态之间，你可以认为它当前衰变了，也可能没有衰变。那么在打开箱子看那只猫呢，一个宏观的生物体难道处于量子叠加态的影响吗？宏观的物体也处于量子叠加态吗？薛定谔的猫这个箱子的实验把微观的不确定性和宏观的生物体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这时候无法再回避我们对量子世界天体世界的理解，因为我们和这个宇宙是一体的，我们自身也是这个世界的统一体的集合。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释给自己听呢？当前最有权威的可能就是霍金的那个解释了。霍金说，当有人让我思考薛定谔的猫的时候，我就会拿起自己的枪对这个猫扣下扳机。薛定谔的猫确定性的嘶啦嘶啦地。薛定谔的猫让研究时空最牛的人物霍金都抓狂了，他也无法面对，无法面对这个不可想象的世界。那我们每个人是否可以坦然处置现在的世界呢？还有物理学家提出这样的猜想，如果我们真的去做猫的实验，那么宇宙可能已经同时存在两个甚至更多个宇宙。在一个宇宙中，你打开了盒子，你发现那个猫死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宇宙打开了箱子，发现猫还是活的。是的，很多平行宇宙实验，很多电影里面都在做这些游戏，它就是人类试图解释量子力学叠加态量子叠加态的猜想而已。每个平行宇宙都有确定性的结果，可很多平行宇宙叠加起来就是世界的叠加态，量子世界的叠加态。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很不可思议，很不符合逻辑，对吧？那是你原来的认知逻辑，但是当前人类前沿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开始用这种方法这些理论去思考，去理解，去解释世界了。他们认为平行宇宙的假说是没有问题的，也许是解释世界的最完美的答案了。就像当年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那么多人，他都是平行世界的运行，互不往来，都是一样的人，不同的生活状态，他们甚至是同一个人，同一群人，同时生活在欧亚大陆又生活在美洲大陆。当前也只有平行宇宙能解说当下观察到的诡异现象，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这种叠加态无法解释，再加上非连续性和观测者的结果的影响，人类现有的思维可能会崩溃的，无法思考。而这些特征总结为一个词，我们用一个词来的叫相对性关系，人类宇宙，人类和宇宙和万物的相对性关系，参考我们前面讲过的相对性时间的四维思考模型，它是一样的。我们可简单这样的来解释理解一下，在电子不与任何物体互动时，讨论它的轨道是哪一个，讨论它的轨迹都是没有意义的。电子其实根本不沿任何轨道运转，电子甚至没有轨道，它也不运转。它运转的特征是由它和任何物体之间的场和光的互动来决定的。猫走不走直线由老鼠决定，人吃不吃草根树皮由切尔曼决定，量子世界也一样。这个量子世界的相对性对我们是很明白的，人是不可能也不可以做自我循环的，就像哪一个人自己吃拉的东西自己吃，一个国家机构也一样，人不可能做到内循环。有人说古代社会可能很多国家没有那么多贸易活动，古代的中国长城是干嘛来的？就是为了平衡互动，当然互动是永远存在的。美洲大陆欧亚大陆可能是造物者在某一些年做一些平行宇宙实验，时代变了，地球的平行宇宙实验完成了，印第安人以前活得太幸福了，他们现在的存在也是不存在了。
任何一个国家走内循环，未来可能会都会被当作宇宙垃圾清除。就像唐望说的那句话，我怎么知道我是谁？我是这一切，我根据无限的需要，我才知道我应该是谁。电子也一样，轨道是根据人的观测，根据需要来运转的。你每个人家庭都有家用电器，电能量的产生也是根据电器的需要而推动运行的。从量子的相对性带入人相对性的思考，大家可能更容易去理解世界是在干什么的。如果电子不和外界互动，电子就没有任何特征，甚至是不存在，就像人不和外界交流，这个人就是死人。他和死人没有区别，因为无法和外界互动的人，他可能在人类的世界就消失了。其实每个物体的存在都只是一个参与其他物体互动的方式不同而已，这也就是康德所谓的物自体不可知。当电子不与其他任何物体产生互动时，就不存在这个电子的基本物理特征，它没有位置，没有速度，没有轨迹可谈。人也一样，你不干活不做事情，你就不存在。所谓的生命肉体只是宇宙垃圾的聚合而已，随时会被打散清理。其实这里的关键点在于，物理学家对于世界的认识都基于自己的观察，基于他们看见的世界。只要观察了，物质就与我们发生了互动，与科学家发生了互动，那么观测的结果就带上了那个观测人的因素。事实世界未必会受到人的影响，但是我们看见到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我们人的影响。我们看到的世界本身是我们看到的物质和我们互动的之间的关系结果，宇宙能量互动关系我们而已。明晰纤维的能量运动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唐望的看见，唐望说，如果你能看见，你就知道这个宇宙是一个能量网，是一条条明晰纤维在自己运作。人是可以看见的，如果你放下自己愚蠢的理性，启动自己的看见。最后了，到了这里，那我们如何去看世界，如何看宇宙呢？如何看待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更加迷茫了。那回到我们自我中心论来看看世界。我们都知道地球当然不是宇宙的中心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宇宙的范围在哪里。我们当下已知的宇宙的范围本身是以地球为球心的一个球形而已，就像我们在漆黑的夜里，你拿着一个火把走路，你可以看到的范围只是那个火把可以照亮中心的一个圆而已。所以呢，虽然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假设啊，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以地球为中心的那一部分宇宙而已，在这之位我们看不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甚至我们无需去想象。干嘛呢？也许在量子力学中，物质有它与人类观察之外的与人无关的那些特性，但是我们看不到，因为只要我们一观察，我们人就参与进去了。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人与粒子之间互动后的结果。所以人必须相信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我自己就是这个世界，我是世界，世界本身是我。我不观察，世界不存在，我看世界，世界才会存在，我才能存在。这个世界是为了配合我的存在，我不存在了，世界绝对不可能会存在。这个理论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好玩又很烧脑？而即使我们理解之后，我们也不愿意相信前面那些事实，我们不想承认，但是认同或者不认同都无所谓，这些就是存在的事实而已。用这些方法去看世界，这个世界其实会清晰很多。我们坚信世界是连续的，如果不连续，那我今天存在银行很多的钱，明天就没了？昨天我杀了个人，我今天无需负责了？人类社会如何运转呢？这就是连续性的相对性而已，量子世界的相对性，时间的相对性。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叫量子比特主义的，我们理解一下，世界是不连续的，世界存在的本质其本身是不连续的。用量子力学来观察，还有一个理论叫量子比特主义。比特是计算机最小的存储单位，学计算机的人大家都懂，构成信息的基本要素，构成这个宇宙基本的要素最小单位叫比特，唐望说的最小意义单元。这个世界的信息本身是一份一份的，信息是不连续的，只要我们理解上它们连续，我们必须理解它们连续，如果不连续，就像计算机的乱码一样，会被我们忽略掉，当作不存在的信息。物理世界的存在本身永远不是我们用物理学可以描述出的世界的本质，而那所谓的存在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信息连续性而已。
可能是人的原因吧，我们只能接受一份一份不连续的信息，我们看见世界的速度不能足够快，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的不连续性，这就是唐望所谓的解离的真实，你看见的速度不够快，所以我们认识到的现实世界是一份一份的，至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再比如量子力学中计算出来的东西永远是概率的，只是某个电子运动的概率而已，而且它是在四维矩阵上的概率，速度轨迹都不能完全确定。如果大家玩过股票，在股票操作上很容易明白这个东西，明白量子运行的规律，未来是不可测的，自己的操作你就可以避免很多误区了，亏钱的几率可能就会降低。从相对性的关系来看，量子物理和传统物理它有几点本质的区别吧。第一，从一个物体可以获得相对性的信息量非常有限，当然与同一个物体不断互动可能总能获得新的信息，但是其他的信息已经过时了，即使互动的时间足够长，我们也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因为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这个时间过程中，一部分旧有的信息肯定失效了，变成了无关性信息。虽然我们总能获得信息，但是我们永远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这就是你在股票操作上跟着趋势走，你过去的信息只能供应参考，它随时都是一个过时的信息。第三，因为我们对一个物质掌握的信息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它，我们只能计算出部分概率而已。股票运行的规则永远是一个概率，赔率、概率、胜率，这才是股票的本质。甚至顺着相对性关系往下推演，我们人类可能全面的认识宇宙、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吗？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但同时也证实，因为想象一个实物的整体是站在这个实物之外看到的这个东西，那么观测到相应的宇宙的整体，相信自己的整体也是站在宇宙之外，站在自己之外去看自己，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无法走出宇宙，走出自己，我们的视角永远在自己里面，在宇宙里面，我们看到的对宇宙的描述完全来自宇宙的内部，不存在从外面看宇宙，也不存在从外面能看见完整的自己。宇宙本身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宇宙吧，只有宇宙内部的宇宙，并且是部分的相互映照的互动的一个局部的结果，这就是宇宙的相对性。如果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推演，我们超越了物理学，最后人类只能从哲学的视角去看宇宙，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吧。哲学的思考现在就不谈了，以后我们慢慢再聊聊哲学看世界。我们简单比较一下物理学哲学吧。物理学和哲学比较起来，现实世界中物理学和哲学的关系比人类理解的更加紧密，更加亲密。物理学是现实结构与思想结构之间交织最为紧密的那个学科，这个交织是接受进化实验的地方，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也会推动哲学认知的不断前行，出现更多的新的哲学认知。当然，是什么东西撼动了人对世界的认知呢？是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愚蠢的对世界的印象呢？当然是从我们玩弄石块、玩弄木头，新的工具不断的产生，推动着物理的认知，后来文字才出现，再后来又不断哲学的沉淀，思想的沉淀。相信听到这里，我们收获的问题肯定比答案多多了。当然，霍金、海森堡、薛定谔他们都在困惑之中，连波尔也一样，他也没找到答案。他们从上面的理论收获到什么呢？我们从上面的理论能得到什么呢？第一，打开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那么谁告诉你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样股票一定会涨，什么样的股票一定能赚钱？你可以反思一下，赚大钱的机会你可以反思一下。比如，可以预测地球的命运吗？2022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等等。再比如，打着那些周易、推背图、麻衣相术给你算命帮忙预测未来的，大家都可以去避开这些坑。另外，从量子的不确定性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量子通讯、量子医学、量子通灵都是忽悠，量子力学中太多的不确定未知的，
当前打着量子名号的产品都在忽悠人。最后了，探索世界永远需要推翻自己的勇气。量子的世界比较神秘，比较奇妙，但是我们认识的这些不代表宇宙，不代表宇宙的整体震动和我们自己的共鸣。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跨界物理学家，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点。人需要跨界学习，这些思考是基于相对性关系的。查理芒格常谈这个特点，我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上我们自己的因素。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界基本上很难说是客观的，这世界本身没有客观和主观。学科之间的分界无非是为了快速培养社会劳动力而定义的。学科是人类为了让某部分人快速了解世界而人为划分出的层次。现实的世界是不分层次不分学科的，那么就迫切需要很多不分学科的知识型人才、综合性人才、跨界人才。第三，科学的探索需要永远永远可以随时推翻自己勇气的那些人。我们需要变着花样去放弃自己原来的那种愚蠢的认知，看上去坚不可摧的理性知识，很多知识看上去无懈可击，但和真实的世界和我们接受的现实的世界可能差异非常远。不要惧怕那个不可测的未知之路，要敢于把目光投向那个无限的深渊，要有孤身跳下去的勇气，这就是力量的传奇，力量的勇气。唐望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卡洛斯就选择了孤身跳下去那个无限的深渊，他就看见了一个新的世界。科学是探索全身世界的方式，不断推敲并质疑我们现有概念的能力，是那些敢于反抗权威。这些人是有具批判性的，他们是前瞻性的宇宙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改变其本身自由的基本概念，他们自己就是改变自己的力量，这也叫力量的传奇。终于要结束了，是不是太烧脑了？我们为什么要拿出时间来烧脑呢？我们要时常烧烧自己的大脑？我们为什么要思考那些人类根本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呢？最后吧，我们的爱与真诚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学习，我们的使命，学习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我们天生有求知的欲望，我们生来就想懂得更多，我们渴望不断的学习，但是我们被教育毁灭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的增长，知识的边界也不断的拓宽，同时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燃烧。我们从物理世界的纹理细微之处探索到了宇宙的起源、时间的本质、黑洞的现象及我们大脑思维运行的方式，当下在人类已知的事实的最前沿。我们只要持续航行在宇宙未知的那个海洋中，世界的奥妙和美丽必将熠熠生辉，让我们目眩神迷其中。去吧，跳下那个深渊，走向那个深渊。我们可以随时从零开始，我们随时重新描绘自己的世界，也就是刘欢唱的那首歌，大不了从头再来。好，谢谢大家。人生开始徜徉，订阅四空和尚。